1937年的12月13号，义军的枪炮强行打开了南京城的大门，整座城市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弥漫着一种恐惧和死亡的气氛，南京彻底沦陷了。尽管城中的很多士兵溃逃出城，但仍有一批不愿意投降的士兵一直拼命抵抗着。精锐部队出身的陆建雄就是其中之一，他带着剩余的士兵与日本兵展开了激烈的对抗，但落后的武器装备又怎能抵得过日军的坦克炮弹，最终还是被日本人全部俘虏。在被集体枪决的时候，战士们视死如归，大声高喊着中国万岁，中国不会亡。他们在机枪的哒哒声中慷慨就义。抵抗失败之后，惨绝人寰的日本侵略者便开始对着手无寸铁、没有反抗能力的中国民众任意掠夺和大肆屠杀，数十万的中国军民成了日本人的俘虏。他们为了炫耀准确的枪法，便对着活人实行射击比赛，他们觉得人的头颅很有观赏性，便把人头挂了起来，一群一群的中国人被埋在万人坑里，一大片一大片的中国人在枪林弹雨中倒下，数十万同胞的鲜血染红了长江，南京全城沦为一片死地。而此时的日本人却在手舞足蹈地庆祝着，唯一尚有生存机会的就是位于金陵女子学院的安全区。在这里，大量的难民因为德国人拉贝的纳粹身份而暂时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而实际主持安全区难民工作的则是拉贝的秘书唐天祥和归国女教师江淑云。但在日军的眼中，所谓安全区只不过是一个囤积了大量女性资源的仓库，日本人要从这里选出100个女人充当慰安妇。一个社会底层的女孩小江第一个举手站了出来，随后其他女孩子也纷纷站了出来，她们被直接送进了慰安所。她们的身躯不仅拯救了其他中国人，也在世人面前写下一段中国人坚强的历史。然而好景不长，德国军方以妨碍德日友好关系为由命令拉贝回国，这让避难所彻底失去了靠山。害怕家人出事的唐天祥找到了日本人，出卖了自己的同胞，说出了避难所里藏有中国士兵，他拿到了免死证，可是避难所里的同胞却遭了殃，日本人冲进了避难所，打死了受伤的中国士兵。唐天祥的背叛并没有换来全家人过新生活，相反，女儿被活活扔出窗外摔死，小姨子被逼着做慰安妇也死了。在1938年2月22号这天，拉贝先生准备启程离开南京，与他同行的还有唐天祥夫妻二人。结果唐天祥难掩良心上的谴责，选择留了下来，把活下去的机会给了别人。唐天祥在临死的时候拒绝蒙住眼睛，直视死亡，以死来赎罪。女教师江淑云在最后为了多救出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士兵抓走，她知道她将会被日本人强奸，失去尊严。她对着一个名叫角川的日本兵说：“杀了我。”正在江淑云被拉走的路上，角川果然一枪杀死了江淑云，使她能有尊严的死去。角川也许是唯一一个有点人性的日本兵。最终角川做出了他的选择，他把两名中国幸存者送出了南京城，并对着同伴说了一句：“活着比死更艰难。”眼神中充满了迷茫，在沉思了一会儿后便举枪自杀。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悲痛的一页，这段用鲜血染红的记忆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